文化局暑假期间举办了三梯次的儿童夏令营，主题为异想世界。三天的活动以舞蹈和手工艺创作课程为主，让孩子体验肢体发想并开发想象力。现在就透过镜头来看大浪头剧团和小朋友的游戏时间。用力的伸展肢体，在大浪头剧团大姐姐们的带领下，小朋友跟着舞动身躯，一下子划船，一下子跳大腿舞，还加入各种趣味游戏，让孩子体验肢体发想并开发想象力。我觉得最好玩的是老鹰抓小鸡，大家可以跑来跑去的，抓到的就会被处罚。我感觉最好玩的是猫抓老鼠，而且我感觉很好玩，而且可以抓来抓人，抓来抓去，这是文化局举办的异想世界儿童夏令营。第一天第一堂课是由大浪头剧团带着小朋友做肢体发想，接下来两天则安排了资源回收、手工艺 DIY 和陶艺创作。因为小朋友都很活蹦乱跳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一次的活动都会让小朋友编一个舞，让小朋友来跳舞。最主要是呢，先让他们练习肢体可以灵活一点、灵巧一点，然后呢有想象力。这个东西基本上到我们下一堂课要做东西，就可以小朋友可以运用自己的肢体，然后大大的展示他们自己想象的动作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跳舞啊，或是游戏啊，譬如说猫捉老鼠啊，警察抓小偷这些东西，先让小朋友认识之后呢，然后呢临场反应。第二天呢，他们就会知道怎么用在舞台上。小朋友唱唱跳跳，玩得超级开心，在趣味肢体运动间，想象力无限延伸。记者郑君云采访报道。